高中管乐社与信义区管乐团的音乐会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许双亮老师，让他告诉他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谢燕杰给我们台北市信义区管乐团这样的机会，那我们可以来这里跟他们一起联谊来演出。那么也特别钦佩我们宜兰高中管乐团的同学们呢，在繁重的压力之下呢，在功课的繁忙的时间中间，还可以抽出这些宝贵的时间来团练，而且还能够尝试很多不同的曲目。那么我们知道宜兰高中是宜兰最好的高中啊，他们在座的都是精英分子，好，再次给他们热烈掌声。那我也代表台北市信义区信义区管乐团特别感谢他们啊。那另外各位刚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献花给一个小朋友，因为那是我儿子啊，因为我儿子在读宜兰高中啊，那他事实上是热音社的，他平常是弹吉他，然后他对这个流行音乐还挺有热情，所以来这边跨刀相助一下。事实上打鼓是不是他最拿手的啊。来也特别希望我们宜兰高中的同学对我儿子要多照顾一下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祝各位晚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来，移动同学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